非常重要的矿产资源，选矿是获取锰的主要途径。但由于多数锰矿石属细粒或硅细粒嵌布，并有相当数量的高磷矿、高铁矿和共伴生有益金属，因此给选矿加工带来很大难度。中科光电 ICS 系列智能分选机基于 X 射线融合技术，专为低品位矿、伴生矿、复杂矿物设计，为锰矿分选带来了新的机遇。近期中科光电收到客户的原品位12-14的锰伪矿样品，客户要求伪矿锰含量控制2以内，最大程度提升金矿品位。现场经中科光电 ICS 系列智能分选机分选后，将其金矿品位复计到 16.7， 伪矿品位 1.21， 锰矿回收率达到 98%， 成功达到客户要求的分选目标，帮助客户显著提升了经济效益。伪矿的回收利用不仅有助于资源的节约，还能带来经济效益，同时减少环境和安全风险，是矿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。